Hello, hello, hello。动物打工仔有哪些地方特别吸引？哪种动物的工作让你印象最深刻？吸引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特别是这部纪录片儿，它讲述了很多平常了解不到的一些知识。白蚁和那个蜜蜂，我就觉得很厉害。这个令人惊奇的建筑中有成千上万的搬砖达人、工蚁，日夜不停地开关通道，以最高效率调节巢穴的温度和湿度。蜂窝由工蜂建造而成，是设计感和使用效率的典范。以前是知道他们的住的这些工程，了解到更专业的方向之后，我就觉得更厉害了。特别是他们的结构啊，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六边形建筑，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科普小动物的一个故事。而且我觉得，如果对建筑学很感兴趣的，也可以了解了解，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些平常我们都不太会关注到的一些方向，可以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去了解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第一次给纪录片配音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嘛，所以在棚里录的时候，基本上脑子里是会有以往听过的一些纪录片的老师们配音的那种状态，然后就会找一下那种状态，更多的是放松下来再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竞争的法则其实在大家和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那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竞争呢？大家能活到现在，爬到植物链的顶端，都是因为竞争导致的。所以我觉得适当的竞争，无论是放在大自然中对生物的进化有帮助，放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对我们的个人能力啊和团队啊和工作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良性的竞争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作为打工人，你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作为打工人，因为现在我的工作还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向，所以也会有很累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是比较有乐趣的东西。工作给我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很多生活中的伙伴也是我工作中的伙伴，所以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我现在也没有说怎么缓解，只是更好的去把工作完成，然后开开心心的每一天，这样生活也会挺好。焦虑的话也会有了，缓解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朋友倾诉。你养了两只很可爱的小狗可乐和卢卡，那他们有没有为了找你要吃的努力打工让你开心？我觉得因为他们俩没有内卷，每天都定时喂饭，所以还好。喂零食的时候两个人会疯狂的撒泼打滚卖乖。我们家大的狗每次只要我要喂饭，它就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流程，会先握手，然后再趴下来，再装死，再滚一圈。表演完之后它就会非常乞求的看着你说，哎呀赶快喂我吃吧。这样我们家小的就不行，可乐就不太行，可乐就是只会露出渴望的眼神，其他什么也不会。大家可能会以为我会说是羊，对不对？没错，其实我没有觉得要形容自己，我很喜欢羊这种生物。第一个是因为自己可能起了这个名儿之后会更加喜欢，会更加关注。第二是因为我觉得羊这种生物很可爱，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刷到很多小羊的非常可爱的影像，我就觉得是一种非常灵动的生物，非常可爱。我不是在说我自己，我只是说这种生物而已。而且我发现近几年大家对于羊的关注好像变多了，以前好像就是更多是猫猫狗狗，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小羊，就是奶奶的那种，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喜欢，希望我也可以变得跟他们一样可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动物打工仔》这部纪录片，因为大家都是打工仔，看看动物界的你们是不是比现实中的你们过得好一点。